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昨天到的那18匹马，有一匹马它腿有点喷烂了，磕烂皮了，所以说现在先给它拉过来打一针破伤风，预防一下。就那匹看，跟我们曼联还有点像，冲白色的，血统也比较冲。现在去带它过来。太机智了吧！昨天来的这马，直接撵不过去。他可能知道我们要干嘛，到那边就跑了，到那边就跑了。什么都看了，刚好这个最大号正好是出道，这是大号来了，大号。大号，大号，你们下车了是吧？大号，大号，行了。是吧？麦森，你也不能吃的太近了。对，让慢慢。不行，高不了，他太警惕了，弄不过来。现在不行不行，我们这个都是半路养马的，这个马术都不行，要等他放松一下警惕吧，这会儿搞不了了。让他跑一跑，平缓一下心情，放松一下警惕，到下午看吧。下午喂草的时候，看能不能把他骗过来。必须得打，今天这个破伤风必须得打，因为他那个伤口已经稍微有点感染了，不打不行。